乡真够早，欢迎收看今日五月十四，公司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柯雄祖。先开始，咱来关心今年第一回风台黄芳继续增强，即马已经变作重度的风台。气象局是估计讲，伫礼拜日风台会上我近咱台湾，那阵路线无改变，往北行会引进西南气流，到时若有方面落南，就会形成今年第一座标准的黄酸雨方面，安尼雨就会落较粗。今年第一号风台黄芳在哩暗时八点形成，气象局预估十七礼拜是黄芳上接近台湾的时阵，不过路线甲强度拢也有变数。它处于一个大转弯的过程呢、啊，所以实际转向的状况其实是有一些变数，那这也会影响到这个台风它在礼拜天距离台湾实际远近的程度。第二点是这个台风在北上的过程当中，因为它会接触菲律宾的陆地，那再来就是它进入巴士海峡之后，因为台湾这边的环境其实相对不适合它发展，所以它在靠近台湾这个阶段的时候，强度上应该是在一个减弱的过程。气象局讲，依照即阵环境条件来看，黄风有机会变强。不过，上大关键也是伫个黄风进入菲律宾陆地了后，强度会被破坏，可能因素减弱，后续向北时间甲角度，拢会牵动影响台湾的强度。有过拜六礼拜接近巴士海峡到台湾东南部外海一带，而且受到以外围环流影响，天气也变加不稳定。六日之后呢，整个印度洋它的西南季风有逐渐要启动的趋势，加上礼拜天有一波封面会南下，五月十九号礼拜二开始，二三四五典型的梅雨封面会接近，这时候全台湾天气会比较不稳定。天气风险公司也提醒，若是拜六黄风确定向北里来，会引来西南气流，到时阵若是有方面配合南下。就机会加做今年头一个标准的梅雨方面，会在下礼拜为台湾带来比较强烈的大规模落雨。记者孙华报道。在咱关心新北市的中华高中传出要停办的消息了后，教育部即马是正式讲，家己私立的朝江科技甲管理学院嘛，确定要停止招生，要退场啊。老师、学生一个拢无要留，今日学校会出面召开记者会说明。108年的招生注册率无够六成，无理想。国家连续几多年亏损，和嘉义道江科技及管理学院决定要停办停招。13消息传出，教育部也证实，5月11日有接到学校来函，会严格审查停办计划加收生安置等配套措施。受到招生法影响的一个新北市中华高中，20多年来培养真侪棒球选手。王建明、陈金芳拢是校友，校长也真唔敢咪讲，向教育部提出停招停办是不得已的。办下去，我没有把达到我自己办学的目标，所以我就是不太对自己不是很满意了。十年前全校的学生要加2000，即马才要换430人，再不会负担一年比一年较重。校长讲，去年3月开始卖不动产的校地，差不多2000万，付高级员的薪水，依然无法度加财政的破空补起来，才会提出申请。新北市教育局讲，学校无董事会开会记录，甲学生安置计划资料停书拢无交，唔是讲停班就停班。除非他所有的教职员工生，通通都有妥适的安置，否则如果没有在这前提之下。我们不可能让他马上停办。科大那边愿意伸出这个援手啊，而且是附近的，那他愿意收这批学生，那当条件就是说，至少能够让他顺利的能够在他那边接上去，那学分数也接，那当然这个东西他要呈报给长官。招资会影响私立大专院校是甚为贵，今年一月过一半就3间宣布停招或者是停办。包括南营科大一个道江管理学院停办，康宁大学的台南校区要停招，要哪保障师生的权益，是所在来教育部爱注意的。记者综合报道。最新的消息，咱来关心英国有部分的民众这礼拜开始恢复上班，不过政府是呼吁大家应该先买一个大众运输工具较好，不过大家哪亲像无得信道，因为伦敦车头人吵吵吵，而且真侪人无挂嘴安，嘛无保持社交距离。车门一开启，乘客自车厢内面走出来，有一寡民众要返去上班，所以车站的人也变多，不过真侪人也是无挂嘴安。英国政府宣布，英格兰伫即礼拜慢慢解封，几落百万人开始上班。
首相强生进前希望民众较卖坐大众运输工具以避免感染，严格无配套措施，真侪人也是坐火车、地铁。伦敦交通局讲，坐地铁的乘客比顶礼拜同期增加8.7%。强生赶紧要求增加车帮甲人分散。I don't want to see crowding on mass transit, public transport in our capital or anywhere else, and we're working very actively with TfL to ensure that what we do is we have more capacity. We discourage people from going to work during. 强生讲有一寡国家规定放零了，感染率就搁再增加，英国也爱注意。英国目前超过23万人感染，40000多人死亡。另外，在比利时目前有50000多人感染，8000多人死亡，大部分的店在当地时间10日恢复营业。政府13日宣布，自18日开始，中小学开始上课。Celle-ci repose principalement sur la reprise progressive des cours pour certains élèves dans l'enseignement primaire et secondaire, et ceci dans des conditions strictes d'organisation. 严格幼稚园也是暂时关闭。另外，博物馆甲文化场所18日开始开放，民众会当用线上或者是电话买票，减少感染风险。即个疫情对各国经济伤害真大，为了要救旅游业，欧盟伫咧比利时时间13日建议开放边境，今年热天会当恢复旅游活动。What we want to do is to restore freedom of movement and the integrity of Schengen and allow Europeans to travel again. But to be able to do that, we need to learn how we may travel in a safe way.In this new normality, 欧盟提出三个标准，包括疫情流行的状况、医疗体系处理能力，一个控制病毒传播的措施。伊也讲，就算是开放国的边境重新开放，今年热天也无可能甲以往同款。也若是非欧盟国家的旅客，至少要6月10日了才当入来欧洲。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全世界武汉肺炎确定病例，即马已经超过430万例，死亡人数29万。来看上新的统计，中国的病例有82000多例，咱台湾昨昏同款无新增加病例，咱是维持伫440例。香港有1050例，日本有15000多例，啊，那南韩超过10万例，俄罗斯超过24万例，美国已经超过142万例。欧洲的西班牙是超过27万例，意大利超过22200例，英国超过23万例，德国超过17万例。镜头来美国，美国的白宫表示有人去为着武汉肺炎了后，总统川即马是要求讲拢爱挂嘴安。有媒体嘛发现讲，即官员挂嘴安拢是 MIT Made in Taiwan 对台湾来的。美国北京开记者会，参务人员都挂嘴安。在北京传出总统川普的随后，甲副总统潘斯的新闻秘书，拢为着武汉肺炎以后，总统川普下令，所有的人入去洗手办公室，拢爱挂嘴安。The people of the country, they've learned a lot over the last 2 months. They've learned about social distancing and washing your hands and other things that we've all learned and talked about. They've learned about, I see everybody, just about everybody has a face mask on. They've learned about face masks, the good and the bad. 总统川普在公开场合同样也是没挂嘴安，但是有外媒发现，亲像是白宫的高级顾问也是川普的竞选副手呐，甲未少官员因挂嘴安拢是对台湾来的，正做嘴安外交的成绩。在武汉肺炎大流行的期间，台湾防疫的成绩是真好，得到国际期间真侪娱乐。但是根据美国国会美中经济甲安全检讨委员会报告，中国伫疫情期间透过演习加大对台湾的军事压力，毋但出动航母伫台湾附近航行，佮动用军机飞过海峡中线，嘛对联合国的组织施压，摆渡台湾。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发文重新强调，支持台湾参加后礼拜世界卫生大会，并批评中国最近对纽澳的方式上过粗残，佮重新强调支持台湾参加世界卫生组织。外交部长吴钊燮12日接受美国福斯新闻网视讯访问时，阵表示，台湾无属于中国，台湾甲其他国家同款，有权利参加 WHA。Taiwan is not part of China, and as a result, we have the same rights as any other country to apply for the participation in the World Health Assembly. But the Chinese excuse is that Taiwan is part of them, and therefore they are taking very good care of Taiwan's health need. But that's just a lie.吴钊燮指出，台湾继续防排除伫 WHO 外口，但是对疫情管控的状况来看，台湾来当量早对 WHO 提到相关的信息，就当对世界提供更加一帮站。啊，若是中国是予情形更加歹，伊阁感谢美国支持台湾参加世界卫生大会。记者综合报道。
那咱国内昨昏同款无新增加病例，因为咱国内即卖疫情已经渐渐啊稳定。交通部打算要取消台铁、高铁自由座、梅花座的禁令。那坐车同时当北翠安，这是爱在疫情指挥中心做决议。另外，边境甲对外贸易同时当开放，指挥官陈时中讲，即阵已经在讨论。武汉肺炎的疫情渐渐转好，指挥中心阁宣布13国内无新增加的确诊个案，国内已经31天无本土的病例，维持武汉肺炎440例，七个人死亡。我们第一次有这样的连续六天零确诊，大概是2月10号到2月15号，然后4月6号到5月1号，那这一次又到了我们这样的一次的关卡，那我想大家对这样的一个防疫，大家都非常的努力。那是最近中国浙江的研究人员发现，武汉肺炎已经突破出上波30种的病毒株，其中上厉害的突变种类，伫咧浙江、西班牙、意大利，啊，个美国纽约患者身躯拢发现。指挥中心表示，以台湾来讲，本土确诊个案无增加，都未阁看到变异。这样的 RNA 病毒本来就会一直在做一些演化了，我们因为是从各个国家带进来的，所以我们也是有各式各样的一个变异的一个病毒在里面。那之后会不会继续演化？那我相信在其他国家持续的在传播当中，那它还是持续的会有一波一波的一个变化的。国内疫情等候指挥中心也启动防疫新生活，交通部也建议在最近取消相铁自由座、梅花座的禁令，啊，不过暂时唔免挂嘴暗，也是来配合指挥中心。大众运输哈，因为比较远程的哈，那如果在假日啊，或者是说尖峰时间是人很多。我们还是认为说维持戴口罩哈，自由座好，这个部分我们会可能会提早开放，好，或者是在配对这个位置的时候啊，好，就比较就是放宽一点。那是边境当时也当解封，恢复经济贸易，指挥官陈时中是表示，可能社区内底还阁有看未到的危机，各国解封的时阵拢面对着困难。指挥中心嘛，伫建议开放经贸活动，未以国家还是地点来做考虑的主要原因，会以公共政策、经贸活动来考虑。虽然要做不简单，啊，不过会继续来讨论。记者综合报道。在家乡亲，咱做伙来看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先来看《自由时报》，台北市万峰高中甄选地理老师，有180个人去参加。有评审委员就讲，明明因都有经验，有人录取，啊，不过落尾学校煞公告讲，无人下资格，无人录取。洪志奇讲，敢是已经有内定的人选，啊，不过学校是回应讲，一切公开透明。来看《联合报》，台北市长郭文铁上任的时，捌做过评估，看讲敢要拆天桥甲地下道。目前有2座等要拆，其他的77座拢决定要保留。啊，不过有议员是认为讲，有天桥关节岩，而且海甲烂糊糊，要求市府要重新做检讨，看敢要留，啊个买手要安怎维护？来看苹果日报，为了要让老厝重建的速度变紧，危险老旧建筑物重建条例106年实施到今，提6度来做比拼，这3年来台北市申请超过400件，上届多，那桃园申请39件，上届少，建商、饭店、甲保险业者，即马拢想要利用这个条例，让老建筑物沉甸甸。来关心受疫情影响，政府有推出多工10万块的纾困贷款，资本只有50万的名额。结果因为申请的人上过多，所以行政院已经宣布讲，搁要开放50万的名额。啊嘛，因为案件上多，即阵银行拢无用支持。袁先生大名。因为疫情，行政院推出多工10万块纾困贷款方案，原本开放50万的名额申请，4月30日开始，才过2礼拜，申请的案件已经超过54万件。全台受理案件上多第一银行，最近加派上100名的临时雇员协助来办理。这些人力呢，一部分是从总行各部门来抽调来支援我们的案件数多的分行，那同时呢，我们也从外面呢找了临时的雇员，目前确实是有加班的状态。罗岗纾困贷款利息1.845%，借款头一年要政府到3天补贴，所以申请的民众真多。13劳动部宣布，搁再开放50万人申请，所需要8亿2000万的利息成本，对特别有算支出。我们继续加码50万个名额，供给劳工朋友来做紧急的周转之用。
纾困贷款佫增加一倍名额，对劳工来讲是好消息。不过，金融业工会私下讲，银行行员听到消息拢特别起笑啊！一来是承办行员爱继续加班，二来是行员也烦恼讲，万一借出去的钱变作贷销，未来是不是会被追究责任？其实大家是都忙翻了，特别是那个必须配合政府政策的那个关谷银行这个八大行库，到底有没有免责性的保证？那不然的话，大家这段时间这么的疲累，然后事后又要被救责，我想这应该是我们的工会比较担心的问题。劳工纾困贷款简单评分表只有两个单位，有行员烦恼讲申请条件太过宽松，即阵政府搁再增加名额，工会建议爱予基层行员写免追究责任的声明，然后由增派人员来收件审核，以免加重基层行员的工作负担。记者孙华报道。那高雄市政府嘛，按算要提出家己的纾困计划，高雄市的大头啊，会当向高雄银行贷款，头一年免利息。那公有市场的租金嘛要减一半，营业用的房屋税、地价税嘛要拢降到2%。那中央的农渔民扩大纾困补助，即阵已经有31,100,000人领着钱。来区公所申请纾困补助的人也是排到长路路，大家拢想要申请，啊，不过好佳哉，即马有志工来斗三共申请，让民众申请的流程会当搁较利便。文件上要填写，有什么不了解的，我们帮他指导，但是我们不帮他写，就教他怎么写而已。手续现在有比较从简的啦，比较轻松一点。高雄市增加援助的志工总共105人，分散伫咧10个区公所。一天两班制的斗三共民众影印甲填表等等，目前疫情渐渐转好，啊，不过经济状况也是无改变。高雄市政府是撒给你的贷款，家己营运的店头会当贷款50万至100万，而且第一年唔免纳利息。是针对不能够适用中央纾困的，由我们高瀛自己在针对新往来中小企业，我们贷款利率1.8%，信用贷款2.3%，到5月11日截止，我们贷款户数409户，总共贷出15亿多的一个金额。高雄市也跟营业局的房屋税、地价税从3%降到2%，娱乐税也在这次的降税项目里面。另外，行政已针对农渔民扩大纾困方案，农民若是有农保和农会口罩都符合资格。全台湾总共有99万例，从12日开始分三天收连续接销。以分林关二轮乡的农会来讲，有8800的农民在了13早起都已经领到10,000块的补助款。10,000块是多多少少对农民有一些帮助了，嘿。讲讲足济嘛，无足济，讲足少嘛，无足少，啊，毋过是袂歹。分林、彰化、嘉义总共有318,000多人，伫咧13已经领到纾困金。农会嘛提起，实际伫做事煞无投保，或者是伫咧农会无靠做的民众，6月底进前都会当来农会申请。记者综合报道。咱来关心天气，第一回风台黄芳已经转作中度的风台，乡亲爱惜日风台的发展。看起来伫拜六礼拜，咱才会受风台影响。啊，那今仔日的天气，咱来看温度。今日甲明仔拢是烧热的天气，高温伫31度以上，南部甚至有36度，天气甲昨昏差不多。东半部有阵雨，山区过头了后有雷阵雨，其他所在是侪云到好天。啊，那后礼拜北边有方面的降雨，等于是黄山区的方面降雨啊，就会一直落雨，所以乡亲会当把握即几天的好天气。另外，空气品质的部分，今日伫西半部甲外岛的澎湖、金门、马祖，拢是橄榄色的提示。啊，那北部是红色的警示，空气品质无啥好。咱国内疫情豆豆稳定啊，嘉义县即马遭大升，宣布讲县政府的员工、甲学校的老师、甲学生唔免强制挂嘴安。啊，毋过台南市长黄伟哲是以南韩梨泰院做例，提起讲伫室内有哪是挂嘴安较妥当。今日去嘉义县的学校内底，有的学生有挂嘴安，有的无挂，因为嘉义县大升宣布讲，因应武汉肺炎疫情已经较稳定。管护的员工、甲学校的老师、甲学生，都无硬性规定爱挂嘴安。若有需要的学生，还是请他们要戴。阿娇，身体健康的，我们就不强迫要求。很好，很好，就代表我们台湾的防疫做得很好。针对嘉义县放任挂嘴安的规定，隔壁的台南市是无要对咧实施。市长黄伟哲用韩国的梨泰院做例，强调目前室内挂嘴安也是未改变。只看到昨天陈时中部长没有戴口罩，
大家要注意到他跟其他的人员之间是有隔这个透明隔罩的，除非陈时中部长可以说不戴口罩也不需要社交距离，那或者不需要透明隔罩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再考虑在室内也遵照陈时中部长好顺时钟，我们也可以不戴口罩。另外，台北市、新北市还有台东，也都有因家己的考虑，会看未来疫情的情形再来建议。是室内的开放，我们觉得现在这个时机点还不对，所以户外的开放不戴口罩，原则上我们大概会等磐石界的疫情28天社区感染一例大幅降低以后，我们才会做这样一个专业评估。到这各机关哦，学校原则上还是要戴口罩，以防疫为优先。国内武汉肺炎的疫情已经渐渐在转好，各县市嘛偷偷啊改进相关的措施。不过每一个县市都有不同的做法，都看伫咧防疫甲改进之间，地方的首长安怎抓到平衡点。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关心阿富汗。伫拜二一天就发生3件重大的恐怖攻击，恐怖分子加押出警察去攻击首都喀布的一间病院，造成16人死亡。同一个时间，伫东边有两个省嘛传出有人用炸弹去攻击双礼，还佮过路的囡仔。这三案件拢总造成41人死亡。在不外远的这间病院传出枪声，几多台军用车赶到现场支援。阿富汗在12日发生重大恐怖攻击，受到喀布尔西区一间由无国界医生支持的妇幼病院，有三个继续警察的恐怖分子拿枪走入去乱射。这天刚好是国际护理师节，恐怖分子走入病内面开枪，弹手榴弹，造成包括产妇、医生和护理师16人死亡。最后三个恐怖分子拢在现场被拍死。在同一个时间，阿富汗东边的南国哈尔信也传出恐怖攻击，在一场亲政府派军阀的双礼遭到自杀炸弹去攻击，至少24人死亡，68人重伤。另外，在霍斯特县是出现遥控炸弹，在菜市内边引爆，炸死一个查甫囡仔。阿富汗总统贾尼随发声明，强调阿富汗军队会转守为攻，重新启动对塔利班武装的围攻行动。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在2008年捌发生毒骨灵粉的事件，最近阁传出伫湖南有一个所在，真侪囡仔头壳生作甲别人无共款，囡仔黄酸营养不良，调查才发现讲是乌心的业者卖假牛奶粉，根本就无营养，所以囡仔食落才会变安尼。来关心俄罗斯的武汉肺炎疫情也在增加，一日就增加10000+的确诊病例，而且阁传出病院内底治疗武汉肺炎患者的呼吸器因为烧拍电造成火灾，害6个患者死亡。位于圣彼得堡的圣乔治病院6楼加护病房某一个窗仔门，会用看到火烧出了后明显乌乌的粉粒。Это пациенты реанимационного отделения. Пожар произошел у нас в реанимационном отделении. Соответственно, это пациенты, которые попали туда именно с заболеванием. 外电报道指出，拄开始传出呼吸器烧拍电，火烧厝的是莫斯科的病院。顶礼拜六，也就是初九，造成一名使用呼吸器的患者死亡。所以在圣彼得堡病院，一个是相款的情形，结果一个造成5名病人死亡。离火烧厝发生了后，病院马上疏散附近的患者和医护人员，总共150人。俄罗斯政府顶个月才承认，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以外其他所在，为治疗武汉肺炎患者的呼吸器数量不足。不过，俄罗斯议员在讲，实在为进前的4月，捐一批刚发生火烧厝刚建好的呼吸器给美国，表达支持美国对抗新冠病毒疫情摊开。在生产这型呼吸器的俄罗斯工厂，却是在美国经济制裁名单中。
除了这个呼吸器状况真侪以外，俄罗斯政府高层也连续出现确诊病例。在总理甲军人微博丢了后，总统普廷登基瓦克的发言人佩斯科夫也因为确定感染而就医。同时，住院的佩斯科夫的第三任太太，伊把为前苏联甲俄罗斯摕下侪摆世界甲奥运冠军的灰色骨兵选手塔提亚娜纳夫卡。伊接受媒体访问时讲，佩斯科夫是对公务场合加病毒扎汤水。俄罗斯连续出现一天新增加一万名以上确诊病例，显示疫情依然继续伫传，所以才近核心权力的高层官员连续传出确诊病例，和各方面对着俄罗斯的防疫计划是不是有效，也拢真怀疑。记者综合报道。英国有一个在共拍火车票的员工上班的时，讲伊去予一个讲伊家己有武汉肺炎的查甫人，当面甲配嘴暖，佮对伊扫，即落尾即个卖票的员工有影是致病死亡啊！英国警方即阵正在调查。这个是英国铁路公司不幸过身的47岁员工穆吉卡。三月二日，伊甲一个同事伫咧服务的伦敦维多利亚车头，去予一个查甫人操配嘴暖，而且佫对因加扫。过无外久，两个人的身体都无爽快，确诊感染。穆吉卡四月初日住院伫病院用呼吸器，三天后无叫倒转来，敢若剩因翁佮11岁查囝。The person said, "Why are you here?" They said, "We're working." He said, "I've got COVID," and straight away.He spotted them. 穆吉卡的翁婿表示，因某本身就有呼吸道的疾病，疫情发生了后，铁路公司无提供任何的防护装备，就可以伫咧现场做事。They weren't given masks or gloves, so that they were exposed to everyone. It's her employer, the company, and the state who have to look at that. Me and her, we saw Belly on the second when she left for hospital. Then we didn't see her again.唔，若无看到亲人的上尾一面，因为禁止出门措施的限制，穆吉卡的丧礼嘛，干那有早囝在内，一个亲友来参加。穆吉卡的工会英国运输受薪人员协会是积极，穆吉卡算是高风险的族群，雇主嘛清楚伊的状况，佮予伊伫咧第一线做工课。铁路公司表示，正在调查这个案件，警方嘛发布信息，请民众到三江来找迄当阵涉案的查甫人。西班牙政府宣布，从10号开始，所有在欧盟新冠区入境西班牙的旅客必须隔离14天。隔离的期间，除了买生活物资、看医生等等的必要状况，其他的时间拢袂当出门。啊，不过下境工作者，像讲货运运输司机、航班机组员，啊，佮医护人员是无伫咧限制以内。若是因无甲任何感染者接触过，就会使。这项规定会继续到二是国家紧急状态结束。若是紧急状态延长，相关规定嘛会对咧延。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中国的武汉肺炎，即马阁加7个本土病例，其中有6例伫吉林省的吉林市。中国官方是宣布讲，吉林火车头全部要封锁，而且吉林市要封城，啊，阁吉林的苏南市，关注感染，即阵已经有22个人确定封未着。镜头转来咱国内，来关心高雄市民进党的议员韩素春，初七下晡五点过，赛车甲一台奥托拜相撞，骑奥托拜人不幸过往。加上即马是批评讲，警方暗砍对方是议员的身份，暗个议员本人是出面解释讲，已经在甲家属参详和解的代志。伟监视器的画面，会当看到一台奥托拜伫咧停红灯，一台乌色的轿车雄雄冲出来，迄当阵位当兵骑出来奥托拜正要起行，怎当场撞着？驾驶随落车去看，这个时阵受伤的人已经无意识。真遗憾的是，送病院了后经过开刀，最后也是救无倒来。家属伫咧网络铺文，批评讲弄着人的是民进党高雄市议员韩素春。唔，那警方无甲因讲，伊是民代的身份，连议员嘛使用伊的权利，暗砍伊犯罪的事实。有双方面，有三方面的，包括他的姓名、车牌号码，还有电话都有，所以在整个这个。双方面三方面的资料，我们在当事人登记联单都有提供。是不确定他是议员还是立法员还是什么里长，我的天啊！我们的希望就是事情发生了嘛，希望能秉公处理啦。不过其他的家属是改变讲法，讲唔知道弄到人的驾驶是虾米身份。也那原本失去联络的议员韩素春嘛，常常出现伫咧灵堂，甲死者的老爸甲家后致意，嘛表示伊会来面对这件代志，而且甲家属到处理这的后事。跟家属谈成和解，那我想现在最要紧要做的是这个事情。那我没有酒驾的问题，那适度也都在40跟50之间。
韩素春表示，伊家己甲死者的大兄一直拢用电话联络，并无放外挂。这个死者是厝内真重要的经济来源，爱照顾80多岁的老爸，也阁有某囝爱饲。咱若检方复讯了后，予韩素春以50000块交保。咱若后手这个案件的责任甲和解的金额，拢是韩素春续来爱面对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桃园市的滨顶文化公园地下停车场进行搬起，调查结果即马出来啊，认为是人为造成的，因为结果算唔对，结果未自然才会搬起。伫着进行桃园市滨顶文化公园地下停车场搬落去，造成一人死亡意外，交通局委托桃园市建筑师工会初步鉴定，造成事故主要原因是结构计算疏失，造成条仔甲楼板中间承载力不足。通过破坏造成这摆钢案事故，柱跟楼板之间呢，它所要承载的力量呢，这个低估了3/4。那第二个原因是覆土的一个厚度呢，原本是3.8米，那低估呢仅剩下2米。边顶木华公园停车场是桃园头一个采用木梁板设计的工程。由建筑师委托结构技师来设计，无进行结构的第二摆审查，所以也无发现设计图有问题，确定是有人为疏失。我要求这个交通局、营造厂、建筑师以及结构技师都要负起相关的责任。那另外针对罹难的女工，我也要特别代表市政府表达最深的歉意。为了避免不幸事件搁再发生，市府讲未来对着所有无梁板工程一定要进行结构换新、抢修计划来确保工地安全，避免第二摆灾害。只有复工时间要等到变更设计、经过严格审查了后，另外公布，暂时无确定的时间表。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关心食品大厂破防企业拍算要伫花莲设六大饲鸡场，这是引起民众抗议。所以即马花莲县政府已经宣布讲要暂停审查。伫台北5000酒店的外口有布条，即阵花莲受访的村民选伫咧破防企业开记者会的会场外口，表达因反对起饲鸡场的立场。都住伫咧宜定地边仔的村民，无法度接受因的生活环境会去被破坏，嘛有村民讲，规件代志因是完全拢唔知影。我们几乎生活的话，就是跟与鸡为伍了嘛，就跟我住在鸡舍里面有什么两样？老百姓都不知道，资讯都不公开。那当你继承事实的时候怎么办？老百姓的生存权跟财产权都被剥夺了。北方伫咧记者会顶端放影片指出，新起的饲鸡场生两鸡甲拍整鸡，是予因伫咧涂骹生活的方式，毋是用笼仔来饲的，而且会使用较先进的水帘式环境来控制。若是讲北方会破坏环境，这个讲法是无公平。遐人外界质疑因无要沟通，不过北方讲因甲地方沟通已经有年半的时间啊。我们北方没有刻意去隐瞒，说真的，我们并没有刻意要闪躲任何的监督。地方的居民也不满北方无用企业的名义，是用个人的名义来申请。北方解释，这是农法条例的规定。不过申请文件顶端，北方是得做权利人，有抵押的设定。我们也曾经试着开说明会，那说明会来讲的话，那重点是他们不让我们开呀。北方按算伫咧花莲受访、凤林、甲光复设置六个饲鸡场，不过部分的居民讲，一礼拜前才知影这件代志，甲北方所讲的沟通年半的时间有明显走窄。花莲县政府顶日才表示，民众有知影的权利，宣布申请案暂缓。北方表示是真遗憾，嘛讲设置的进度已经迟到啊，不过目前也无要考虑放弃，要是会继续甲居民来沟通。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县新丰乡西滨公路的红片崩坑，往北的路段有拖拉机因为伤高，把崩坑内底消防管线弄坏去。公路总局即马是呼吁讲，崩坑的限高是4米6，硬要过爱罚，弄坏去爱赔。画面中会使看到一台载有铁档的大卡车，就安尼直直弄，顶头的消防用的消防管，就安尼捡来弄转去。13号下载，西滨公路顶端的凤鼻隧道，又搁捡大卡车硬弄，造成北上的车道封闭，也有消防管漏掉差不多100吨的水。因为他们上面有临时的那个限高架，然后他们车子太大，他们也不知道他们撞到，他们直接进来，他们也不知道。会觉得被你们送货啊，或者造成麻烦？对啊，因为我们
车是没开很大台，所以还好。因为隧道内底有4.6米的宽度限制，常常拢有大卡车无愿意靠较远的路，也是无注意到宽度的限制。公路总局指出，即个除了要面对着上悬9000块的罚款以外，另外佫差不多要20万的修复费用。这个消防管的部分可能会有掉落的一个危险性，所以我们在凌晨的时候已经立即的把那个凤鼻隧道。把它就是凤鼻隧道往北的那个隧道，把它整个都封闭，请承包商再去找那个肇事者，那针对这个赔偿的部分要去做后续的一个处理。目前已经封闭的台六十一线凤鼻隧道为北的路段，要为北的车辆车在德四线的路口改行台15线，安算作业时间会到每晚的5点左右，请民众经过这個路段的时阵要加较细腻的。记者张君豪新竹报道。台湾好上头，在云林西里有一个摄影师，伊的名号做魏进福，因为伊真爱故乡，所以故乡真侪景点伊嘛拢有翕相、翕做作品。伊的作品唔呐送去英国，即马伫西里老家嘛有做展览。满天红霞，日头特别落山，渔民无用规日，准备甲渔船啊驶靠岸，也搁有一张乌夜中的西里大桥，路顶甲趟从化县、溪州，也搁有云林县西里的路潮湖光，桥脚落水溪水变甲红金啊红金，摄影师魏进福的镜头，那像特别清、特别有魔法，云林的景致尽在眼前。对西螺有一种很特殊的感情，尤其是对西螺大桥。因为它每个时刻、每个季节呈现出来的那个影像都不一样。魏进福自细汉就住伫咧云林西里金平老家，17岁时，伊对伊的大姊手头摕着一台双镜头的卡米拉，伊的摄影人生就安尼展开啊。为着抓西里景致上介水的模样，伊定定就伫遐等，一等就是7-8点钟。因某也搁捌走遍规个森林，为着找伊，替伊送便当。看到魏进福一个人伫伫咧桥边，才了解伊对摄影有寡尔啊坚持。有好几个月，都人都不见，原来都在西螺大桥。他在英国发展，在那里有展店。他也拿了一张西螺大桥我们的地标的作品，拿去送给英国下议院的议长。哇，这非常大的光荣。浸在咧光影的世界，甲镜头内底，魏进福这50多年来的摄影人生，即阵就伫咧西里一间旧牛行展示，希望行人分享伊眼内西里山拿、西里海景，也佮有西里的美丽。记者综合报道。屏东九如昌营社区的关怀祭典，因为踮伫遮出席的一个老阿公，伊号做张文碧，在少年的时捌学过送钢筋，才去招厝边的老大人，即马组一团老人的送钢筋，当作是专业，阁有班，嘛捌去过庙会表演，咱做伙来看。夜头机六相宝，团员的动作是有力阁美丽，气势袂输乎专业的送钢筋。若是讲到送钢筋，大部分的人会想到是一群少年家组成的阵头。不过屏东九如有一个队伍真特别，真足甲看卖，成员拢是一挂老大人。九如昌营社区关怀祭典，过去只是带老大人做伙跳健康操、叮当身体。但是因为其中有一个张文碧阿公捌学过送钢筋，所以就想到要招老大人做伙来组一团。成员上济岁已经90岁啊！哇，趣味的啊！啊，无干那做健康操，无啥趣味啦。啊，大家吼，大家趣味安尼，心情较轻松，活较久咧，袂烦恼。欢喜，啊，搁运动则好。啊，你有感觉足辛苦的所在无？无，阮家欢喜都快乐的。九如昌营社区关怀祭典，替老大人规划真侪课程。一团送钢筋，唔然后老大人会当加活动，而且因为别个社区邀请伊去表演，老大人就更加欢喜，大家拢练甲足认真。唔然安尼，阿公阿妈佫用家己无爱顶的物件，亲像是鞋仔挂、茶的杯啊，做成表演要用的兵器，摕起来更加轻、更加好使用。因为给其他都是他们自己利用废物利用做成的，所以拿起来比较轻，不会像那个原本的松浆针，它是很重的。有这届张文碧阿公看团员练甲足欢喜，家己嘛教甲真有成就感。希望利用大家礼拜日的练习时间，和老大人出门活动。唔然有目标要学新的物件，嘛会当加做运动，嘻嘻哈哈快乐过日子。记者综合报道。
体坛大车饼，咱来看第二届企业社企联合比赛，伫即礼拜六要举行，而且有开放50个观众去参观，嘛是咱国内第二个开放观众入场的比赛。社企联名毛加国际社企总会聚集，希望会当转播，让世界看到台湾。东京奥运延后一年，企业社企联赛又在三个月后两摆延赛，选手拢无到比赛。再讲联赛16确定开赛，要30到50名观众入场，拢感觉真欢喜。当然是很开心了，就可以再好好准备一下。他们是连出门都没有办法出门的，对，然后所以就是都做一些很基本的体能训练，然后都没有办法做一些技术训练的部分，所以当然他们也会很羡慕我们，那我们自己也当然觉得很幸福。联赛开赛，防疫爱做好，除了量体温、挂嘴暗，也采用新名字入场甲门徽组。联名也正甲国际城市总会联络，伫洽谈转播代志。其实我们在这个一年的时候，我们有部分的赛这个赛会我们是有直接连线，应该困难度不高，我们可以来往这个方向来这个处理。因为联赛全名是中华企业城市联赛，是不是跟中职同款？就部分海外观众看到 Chinese， 可能会难到底不知影。柯冰坤讲：“台湾还是台湾嘛，哎，这个不会因为我们叫什么名字而不是我们不是台湾人嘛。”城市联赛是国内第六个开办的联赛，第二个开放观众入场的联赛。随着疫情慢慢较低，体育事工、体育比赛甲活动慢慢回来到正常。全中温教全台温下半年复办，下礼拜也召开组委会讨论。记者综合报道。新闻消息，咱来关心讲，即马国外媒体拢在要讲，伫疫情过去了后，经济会先落车，再阁爬起来。咱的国发会主委伫立法院时嘛表示讲，咱台湾的经济趋势恐改嘛是安尼，啊，不过经济要落是真紧，要爬得爬是真恶。好，来，不确定留不留任的，请举手。内阁改组的消息一直伫咧传，各部会主管拢正低调。对连锁移动的消息拢无讲，但是对今年经济成长率是不是两波业，看法拢正共款。经济成长率保有没有问题？就目前的这个发展趋势的话，我们还是有信心。虽然对今年 GDP 保有正有信心，也不过国外媒体一个经济研究机构拢认为，新冠肺炎疫情过了后，无果再是急速反弹的微型复苏。较可能是出现进入难以商标的高型复苏。国发会主委陈美玲也认为，在疫情过了，高型复苏的可能性正大。国内经济大幅度衰退了，较可能会经历过一段正困难、阁正慢的复原期。那个难以型的复苏，您还坚持这样看法吗？我这一次的疫情确实是影响非常的大，所以很多的国际研究机构其实都趋于保守，甚至都不太敢去预估未来4年到5年的整个的经济状况。在疫情较稳定了，国内将要进入振兴的阶段。行政院在最近讲，振兴券已经挖收尾阶段，也不过当时要发，经济部正低调不愿意讲，但是也强调。只要行政院决定，指挥中心就会随公布。记者综合报道。那台北市的劳动局是表示讲，最近有收到西部旅游要自遣员工的通报，讲要伫5月份进行200个自遣，拢总要裁掉33个人。那业者是强调讲，唔是要停业，是因为付钱钱要换人，而且今年公司拢无趁钱，才要自遣员工。中信集团旗下西部旅游台北总公司拜三上班的日子，办公室的员工照常伫上班，并无外界传讲停业的状况。公司主管嘛出面来驳回，强调讲今仔是计划暂时休困，原因是公司负责人改变。我们申请的也是歇业，我们并不是停业，只是说因为在这个换人了嘛，好，负责人在更换中，所以把它暂停。啊，不过办公室的桌啊，有几个张拢是空的。主管强调讲，部分员工出外进行教育训练。台北市劳动局是表示，西部旅游4月底时阵已经通报员工自遣，还佫有大量解雇。台北公司35个人会自遣33个。台北公司这个部分是35人。那之前通报我们的统计是33人，他现在是先通报。那通报他的生效日期、离职日期是在5月底跟6月底。
业者强调，公司对疫情发生以来业务量差不多拢无啊，啊，不过唔是暂时休业的主要原因。强调讲，公司负责人换人了后，会进行重新整理。啊，若是政府针对旅行社的纾困，包括营运甲薪水的补贴，条件是袂当自欠，或者是实施无薪假。啊，不过根据拼搏协会的统计，到目前为止，暂时休业的数量，总公司25间，分公司45间，全台湾总共有70间。蛮多人领10万块就还算 OK 啦，大概70%左右的旅行社很有感，6月份补助领完可能还是摇摇欲坠。劳动部表示，目前西部旅游大量改革通报的部分，也有部分文件还未交整，需要进一步的说明。业者马苏底下表示，旅行社的中间期一直到年底，另外租客的员工年资清算了，会阁甲因请回来。记者综合报道。今年总统教育奖，其中有一个囡仔是嘉义鹰庆高中的林佑贤，因为伊的爸母较早过身，厝内七个兄弟姊妹拢是靠阿姑摆摊，甲因饲养大汉。这囡仔嘛真乖，真捌代志，真拍拼。七个兄弟姊妹有四个摕到总统教育奖。和队友咧练习是真专心，读家己永庆高中的林佑贤，那是亚洲少年小燕锦标赛的国手，也是今年总统教育奖就选的学生。虽然细汉的时阵爸母就过往，生活真艰苦，不过伊也是真积极伫咧面对困境，读册真认真，嘛真咪耐练小燕，都是想要比赛头顶会当赚着奖金来补贴厝里。下课了后嘛去夜市啊做山工，来斗减轻厝内的负担。帮助家有负担，因为。吃饭前我不爱过，还有去夜市端牛排，夜市端牛排，对啊，啊，还烫过手，烫过手，辛苦了哦，不会啊，不辛苦啊，态度上很正向，然后在生活上面不因为家里这样的情况而自暴自弃。反而更正向的去面对。林佑贤厝内拢总有七个兄弟姊妹，自细汉无老爸老母伫咧分厝边，拢靠阿姑蔡明混摆摊来请因大汉。当初会担这个照顾七个囡仔的责任，蔡明混讲，因为伊家己嘛是伫咧单亲的家庭大汉，佫较会当体会厝的重要性。那种成长过程的压力，还有心里一些说不出来的苦，尽量。不想再留给小孩子他们看到。有亲人甲老师的照顾，还够协助。林佑贤兄弟姊妹嘛真认真，大姊甲二姊还够阿兄，同款真拼命伫咧学习。前几年小连耍拢捌摕到总统教育奖，今年是由林佑贤得奖。面对未来，已经决定要读军校，是考虑到厝内的经济，嘛是想要继续自我挑战。伊要靠打拼来改变伊的人生。记者综合报道。有表演艺术工作者利用戏剧甲一阵一寡较放荡的少年囡仔，带因行向正途。毕业公演即马正在准备，希望募到资金，穿好未来学费。解救我，带我走。帮人家背过就是抽烟呐、原本是练空手道，有机会可以去选那个国手选拔。就被退掉了，回去就越来越叛逆啊！在咧成长的过程中，咸着落的少年人，家庭和学校拢强迫无法度的时阵，青少年表演艺术人民用戏剧和一群囡仔交陪，七年以来陪伴超过2000个青少年，重新理解家己生命的故事。无读书啊，未提笔啊，哦，未看册啊。不过咱伫咧读剧本的时阵，笔拢提起来，纸拢提起来，哦，写咱。大家爱讲的话，吼，排戏的笔记。风吹计划已经执行第七档，乱弹上嘛特别帮今年的主会班毕业公演《新的囡仔》来创作主题曲，含同学做伙录音。伊把透过音乐来表现出一群青春的囡仔面头前煞是黑暗路的困境。人安静的时候是最无助。你的所有的事情没有办法被了解的时候，也很无助。解救我是让他更缓，让他在一个空灵无助的状态。陈家明为着这边的公演举办募款，就是要把六位毕业生送去到公演的舞台，把帮因走中后一个阶段的学费。有何伟讲，因就是伫边啊陪伴，用艺术伫因的生命当中放一粒真挚落去，嘛希望更加侪人来理解这段风吹少年的故事。记者尤怡晶、张玉水、新北报道。
世界真心事，咱来看新型冠状病毒武汉肺炎，敢无法度用片的就片出来？人讲狗仔片啊真灵，狗仔是好片师。法国巴黎真正训练狗仔用片的去找出武汉肺炎的患者，因为讲这患者流的汗，这汗水有特殊的臭汗酸味，甲健康的人这流汗味无同。希望讲会当用早找出感染者，早期发现，提早治疗。这只狗原本的工作是帮助巴黎警方评出讲是不是有爆炸的物件，但是今仔日要接受的挑战是把身躯顶头有新冠病毒确诊病人的味给拼出来。这个关键就是在因身躯无同款的流汗的味。On a un marquage spécifique sur les prélèvements faits sur des patients Covid positif. Ça, c'est la grande nouvelle du jour. Ça veut dire qu'effectivement, la sueur de ces patients a une odeur différente pour les chiens et donc une odeur spécifique par rapport à celle de gens qui ne sont pas malades.巴黎西边的兽医学校目前嘛参加在地病医协助做一挂训练，跩狗仔头先个对根本当中评估讲是唔是有新冠病人气味，确定了伊就伫根本头前坐落来，但正确就使得到奖品。接下来三礼拜，狗仔逐天拢会进行真济相关的训练，一直到开始防疫的工课。C'est très important de dans le démarrage d'avoir plusieurs des échantillons.Pour qu'au niveau de son nez, ça travaille. 毛小孩逐步片物件就进来，搁再加上专业训练，因就使顺利片出炸弹甲各种毒品的气味，帮助警方来办案。最近这几年，如果训练一挂狗会使片出治疗糖尿病甲癌症病人，正确率高达98%。澳洲一挂所在，等下豆豆啊解封，民众陆续等来做工课。伫未来半年社交距离限制以后，跩狗啊伫防疫工课当中是非常重要。毛小孩莫拉讲会使是咱的好朋友，更加会使守护着咱的健康。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伫咧北部的温度上低24度，上悬34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3度，上悬33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4度，上悬35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3度，上悬31度。外岛的温度是20度到30度。感谢乡亲收看今日公司台记者早起新闻，祝乡亲顺心。明仔同一个时间，咱再会。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来的电推小姐。以后我会负责跟大家介绍甲情书有关的事。头一个要讲的，是大家拢做喜欢的一种感觉，欢喜欢喜，汉字写作欢喜，罗马字写作荷花花，荷意喜。欢第一条，喜第二条。欢喜这个词在台语有三款意思，头一个是咧讲感觉，就是咱感觉欢喜，亲像乌西安尼，摕着我掉头奖的彩券，边啊唔知影咧欢喜啥。第二款用法是咧形容欢喜的形，像伊今仔日伫罗林拄到一个真水的小姐。欢喜甲勃勃倒。第三款是咧形容好耍、无理由的欢喜，亲像伊也毋是你的女朋友啊，你是咧莫欢喜的哦。
在台语里面在讲无共听到的形容，会当讲真欢喜、足欢喜、真欢喜、介欢喜、有够欢喜、极欢喜等等。啊，若搁较欢喜，咱嘛会讲夭寿欢喜，欢喜甲挡袂牢，欢喜甲目屎流目屎滴。也是欢喜甲安怎安怎，会使用家己的方式来形容，加强欢喜的程度。无共程度的欢喜，嘛有无共的意思，像嘴笑、目笑、脚松手软、心花开、笑头笑面、爽快、乐畅等等。俗语内底嘛有真侪形容欢喜的讲法。像三腳走，兩腳跳，就是歡喜甲哪走哪跳的意思。也可以說雞母跳破卵，形容歡喜甲像雞母，甲家己生的卵打打破。啊！還有一句俗語是：富拉魚吃到皇帝肉，痛甲無標。標就是魚標。鱼仔咱靠标这个器官才会当收起收落。啊，这句俗语的意思是讲小人物像布拉伊安尼，食到足珍贵的物件，皇帝肉就会足痛足欢喜，流欢喜，嘴笑目笑，乐痛，三脚走两脚跳，鸡母跳破卵。布拉鱼吃到皇帝肉，痛甲无标。为即马开始，咱也要表达欢喜即个感觉，有少侪新的词通用啊！今仔日大讲一句，就先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